您发现几个在职业上具有潜力的员工，下一步该做些什么？首先，鉴定所提供给他们的职业生涯辅导及指导的范围，制定一个行动计划来操作辅导及指导的框架，同时为员工提供就业服务，并实行隐私和保密的政策。我是展杰，为您带来这一周的 HCS 人力思维。